拜拜拜拜，拜拜拜别拜，把知识信拜拜息拜拜。先连上啊！我感觉打一局一会儿 KS 也来了，然后我就可以下了。哪里了呀？人呢？哎，三带一你们能给我带起来不？不会三带一都带不动吧？完了，沉默了，太难过了。噔噔噔噔噔，怎么说？那就怎么跳这儿说？了。万机枪，哎，圆盘了。明天怎么办呀？明天没得玩了呀。不是明天中午要回去玩 PUBG 吧？不是明天中午才官服吗？那你从现在干到明天中午呗。直接，对对对，怎么说？他没有写延长吗？他确定不延长了吗？左边有。没枪啊，这边，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。二号是谁？二号是谁？妮可，往这边走，你那边有人。获得 AR 防御。你标一下人啊。我都标了。你应该出来了，怎么带枪？没枪。走走走走，把脸上这人杀了，他这一，看着没，这脸上这一标的人。我去把狙击了。倒倒倒。我这边就一个。我操，兄弟们，全是他妈胶囊，全是他妈胶囊，我不管了，老子死也要舔。我操，这就是。胶囊的天堂呀，这就是。这就是他妈胶囊的天堂，我就算搭上我这条小命，我也得吃。获得击退。你这么乱他妈舔！我操，舒服了，舒服了，舒服舒服。死而不怕了，感觉是。哦，我脸上，
这里。三号边两个。生存加成。我这边倒了一个。获得终极技能。又过来一个，又过来一个，还是三号。但我右边有人，我右边被人占了。我这地方可以救，我这地方可以救。我来，我来。哎呀，我他妈怎么跳人脸上了？倒了，倒了，倒了！还有一个，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一个，一个那边。好，两个，两个，两个，给我加了。失血。我操！这胶囊，他救人呀！对，再救人，万子强，这波怎么说？怎么说？起来，我直接把他们就一大跳。打你妈火力，把你直接揍下来！找一个，再一个，我吸引完了，怎么办？这个吸，哎，他妈直接干拉过去，菜逼。哎，你说讲道理，刚刚我冲那个人的时候，你说是不是如果延迟不一样他死了，我听到的全是爆头的声音，我枪枪都是头。我掉了，等我重新。嗯，谁跟你讲道理？怎么说，尹哥？你觉得怎么样？谁跟你讲道理？嗯，你跟我讲。那我死了都是延迟，真的是。哎呀。那可不是嘛！我刚才我，你知道我刚才上一把我拿 AK 怼人脸，我怼了12发子弹出去，他告诉我就打了3枪，我天哪！啊，对你倒，哎，不应该啊！你倒了以后他应该伤害还算呢，你知道不？但是我死了呀，他给我打死了，那啥意思，强哥？那啥意思，英哥？你这意思就是说你打就是延迟，我打就是。找借口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你打也是延迟，林哥。那不应该啊，那他应该也打。你多少延迟？我70，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70。我看，我56，咱们俩差不多。我56。哎，如果按这么算的话，如果对方是10的话，就是说，我打他，他打我7枪。我才能算他1枪，不是这样吧？不是这样算的吧？这也是这么算的不？肯定不是这么算的呀。那是怎么算的？他比你多1枪就够了，其实，对吗？对，他比你多了1枪就够了，他不用多7枪。Wonder people， 哎，他这次内测为什么不延长啊？他上次我记得都延长了的呀。你骂他呀，你不骂他他能延长吗？你就发微博骂，给他压力，他没压力，人家刚当然想什么时候开什么开了。开发者大会直播，昨天他们还开发者大会直播了的。你不明天吗？明天下午1点。啥意思，那我要收看一下，我必须得收看。那你不得发两个弹幕？你昨天收看过了吗？你昨天都，我昨天没收看呀。那你说人家昨天开的啊？啊，他是昨天发布的，他昨天发布的开发者大会直播，明天必须得看这个。你不去他官方微博评论2条，给点压力吗？官方微博都是运营的人呀，就要直接给压力给到这些开发者身上呀。摄影师是吗？啊，那你学韩文。你放心，你给运营，你给运营压力，运营自然就会给摄影师压力，明白吧？一看没进过职场。那不可能，运营怎么，这运营太垃圾了。啊，不是运营。啥意思吧，女强？那咱平台给你人气扶持的这都是运营。什么意思？运营在设计师面前说不上话吧。哎。
年轻人真敢说，真羡慕。我当初干的就是，我当初干的就是运营。你干的是。就是的呀，我当初干的就是这个，一句话都说不上。微信都加不上。你干的是运营，但是你在运营里也一句话说不上，你怎么不说呢？那不是这样的呀。那我觉得咱们那个小组还是很这个很公平，然后这个很有人权的一个小组。那你怎么不干了？他有梦想，他有梦想啊！玩具枪可是怀揣着梦想投身到这个主播行业当中的，逗。那来福有没有把你梦想给击穿了？来福一拳把我的 FPS 梦都干碎了，都他妈怪你们那天非要把来福拉进来，我一不行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排上一号，以后多叫来福啊，有玩具枪的时候就必叫来福。为什么玩具枪？知道人外有人了，还是啥意思？不是，是知道人外太有人了。哎，以前觉得自己是半个天花板，莫非？那肯定的呀，肯定啊！我就以前我谁都不服，以前谁都不服，人家把我打死了，我还要嘴硬，说他是菜逼，是莫非？有没有可能？嗯，就你跟来福，比如说以后开了这种，比如单挑这种，来福最后拿那个战斧给你砍死，用身法夺你枪，然后拿战斧给你砍死。你哥，你觉得这现实吗？一哥，你还是不太服，我觉得你还是不太服。不是，那你要说他能就是直接冲到，哎，为什么没开啊？我们没有倒计时啊。重启一下大厅吧。你们重启一下吧。好好好。我进了好像。不是尹哥，你可以说他比我强，我承认这一点。就是看强的多少。我承认这一点，但是他也没有。就是我在他面前，我也不至于说是个弱智，英哥，我也不是英哥，就是你妈是个弱智，他能拿不是，我感觉他有可能会秀你一脸啊，真的，他确实能秀我，但是他必须得拿枪杀我吧，他也不至于说拿个我觉得上来我还我是觉得他能拿斧子把我也砍死，反正那不可能，那啥意思？你说我弱智是不是？我现在想明白了啊，那就是这意思。那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觉得他做不到。哦，那行，我因为我觉得你也很强。行。用你这句话，今天我要好好发挥。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尹哥，我给你来一首《泰坦》吧。你别来《泰坦》了。怎么呢？你是不是诚心？你可不在车上的时候，你也不玩泰坦。太硬了，这手泰坦拿的。我是看懂了。我玩现在像大师了。嗯。太硬了，这手泰坦。我觉得我和尹哥搞个搜索队啊。搞个搜索队确实是搞个搜索队。没有搜索队，这游戏真没法玩了。我天哪！我下一把可以不？队友没有搜索队，我简直就是又聋又瞎。我先搞一把霰弹枪大师，我这个 S12K 爽一把。我准备点个信号。英雄联盟早就玩了。就叫麻辣小龙虾。建个信号，今天晚上爽一晚上吗？我今天晚上就要不带胶囊，靠自己这个硬实力爽一晚上，爽一晚上。尹哥，我觉得这局吃了，因为你是 M 四海军陆战队。那肯定的呀，我玩海雾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有多强。牛逼！狙击手我觉得有点难，现在，因为老得等战术包里的八倍劲儿。
还老得等开技能，很烦。不知道开开伞没睡醒吧？不知道昨天晚上他们干到几点？二号谁啊？你那儿有人？守护啊！就只有你那儿有人。江哥，一楼交给你了，你可是紫甲，你可不能让人给攻穿了，我没有枪。三个人，三个落点。不要了，先把枪去救歪哥吧，他那全是人。哎呦！没假，可惜。楼里面吗，伟哥？楼里。他怎么还差一滴血？吐了。我操！谁把这房都搜了？我他妈什么都没有。他就一滴血，而且这里全是胶囊顽强，你快点给他们宰了。楼顶有一个，然后我那层有一个。两个人一个，楼顶的还在，我看见了。啊，没事，你贴过来就行。楼顶的倒了，牛逼牛逼！我这层还有一个，对对，这人一丝血。还有没有？就两个人，就两个人这边，然后再有被直接救了是吧？对对对对对。啊，这谁在吃胶囊？是我们的人吗？哦，来了。还有吗？有两个人。哦，在楼顶，在楼顶。牛逼牛逼，你搁这直死吧。牛逼牛逼，我直死这四个人。那我先救完你先了。你先救。我操，尹哥怎么八级了都？不知道啊。尹哥把胶囊全吃了，尹哥。放什么屁啊！你偷吃鬼，尹哥是偷吃鬼，尹哥。尹哥也太能偷吃了吧！我他妈，哎，我。尹哥，你还把紫甲拿了？啊，对，我就拿你紫甲。对对对，这个你确实说对了，要不然我怎么会先救你呢？啊！你可真够逗的。行，尹哥，行。我早就从你落地我就惦记你那紫甲了，你没听出来吗？但没有关系，我是波波沙突击手。我得找这胶囊，有什么意义？你抢吧，我不抢胶囊了。我都不知道在哪。胶囊都被影哥偷吃了，哪还有胶囊？我他妈哪什么偷吃胶囊？你不偷吃，你为什么八级？我人过来没过来？我这枪你吃了两个，我看见了。我吃了两个。嗯，我是杀人给的等级，一看就是。我想明白了，他改了他这游戏，杀人给。哎，我还真吃了两个。获得铅弹头。你怎么知道我吃了两个呀？我看着你的级别呢。怎么说？啊啊啊！
吃了四个。没事，我待会给你，我包里面塞了五个胶囊。没事，我也带。你这是型号吗？啊，型号啊。枪口补偿器有人要不？要，帮我拿一下，我的背包里没有。我吃不了毒，我一点药都没有。我也一点药没有，怎么弄？那怎么办？谁有药啊？谁会有药啊？你啊？我就一个急救包。我往里走了。我这儿包已经到了。哇，这个城里面好多胶囊啊。是吗？好多。那怎么说？哎呦我天哪，我他妈这把不是狙击手，我刚放下。我在这一顿喝酒 8K 是什么意思，我也不知道。不知道啊，为什么呢？一个，我以为我是狙击手呢。很幽默一个。M 四屁股要吗？要啊 ，M 四屁股我还能不要的吗？能不能帮我带一下？我永远要屁股。城里在打，怎么说？我一把白色 M 四能够应战吗？哎呦，我战术包怎么在毒里边啊？那你说好歹你还是有战术包的，为什么我老是刷战术包，我也是纳了闷了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我拿战术包。我有 M 四枪皮，我可以带试了。好，二逼。获得远程防御。一个。哎，其实我发现这个游戏二倍镜还挺好用的。我多一个蓝色的胶囊。有，我要。哪儿打的你啊？哦，看二楼，二楼窗口。哇，你们好远，离我来了。哥，直死的，直死的。你们打的那个人是复活了吗？这个不是新的人。
一个人也敢开枪？我去舔一下战术包。蓝色胶囊，我给你们点，给你们点东西啊。哎，我这有人，我这有人，啥？哎呀，我想捡个战术包，我操！不着急，一会儿来救我就行。还行，我只要没有交出，我只要没交出那个。你可有技能了吗？没交出胶囊。我那个绿的一直没开。他们应该走了，我那。我看到枪的样子，右边那个影哥右边，等会。工头那边吗？这影哥脸。哎，影哥他突你雾了。两个雾。他不敢突。前应该是有人的，我是被这边打的。后边也有人啊，两个。出来了。哥，我在家这边。嗯，我看着后边呢。碉堡有人。获取消音器升级，陷阱触发。这碉堡里有一个人。你能救赛事吗？不行，我这个地方被架住了。我看看。哎哎哎，我也是。哎呦我操，碉堡里面的人把我狙了。你哥闻你要封烟，你能先出封烟，他这块有烟。哦，我脸上有人，在我这房子里面。哦，他爬出来了。你哥在我这边，他出来了。受不了。我尸体呢？我尸体呢？他进步了，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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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捉迷藏。不知道我在哪儿啊？狙击手看到你了。哎呀，可惜，身边好几个人，我都不知道打谁了。可惜，可惜。
谢谢诺瓦的学员。